彩虹，喂妈，你快回来，爸好像要自杀了。什么？稳住你们，我马上走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 是男人，但我没本事挣钱呢。咱家的房子没了，老窝也没了，我这脸都丢尽了呀！你真是个傻子，你房子没了才好呢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你不知道啊？咱俩不是一直商量着要换个房呢吗？你这房子抵押出去，刚好机会来了呀！你算算，咱家三个人都挣钱。 每个月除去开销还能剩不少呢，还有吧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有一点私房钱，加上你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之后还了债，剩下还能有一点，咱们付个首付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你好好算算这笔账，好日子在后头呢，咱们买个电梯房可以上楼的。你真的觉得咱家的日子还不坏啊？ 坏了，咱们三个每个月都能入好几千呢。咱们女儿是大学教授，以后咱俩还等着享清福呢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多好的女儿啊，给咱俩争了多少光啊！哎，你说有这么好的女儿，你舍得离开啊？话说回来了，何大陆，你要万一想不开了，我就跟你一起蹦下去，你信不信呢？你们。 你们要跳下去，我也不活，我跟你们一块下去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这，哎，你们真以为我要跳楼啊？干嘛呢你啊？你过来，爸！哎呦，我就是想上来清静清静。你清静上哪儿清静不好啊你？爸，你吓死我了，爸。 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真是的。妈，白天班不行吗？非得要现在走，这黑灯瞎火的。傻丫头啊你！ 白天班你不被人家邻居都看见了，你以为什么好事啊？这么招摇？哎，好好好，妈，那你们先坐车走吧，车也坐不下了，我一会儿坐地铁过去。那也行，那你小心点啊，路上。嗯，好。你快一点啊。好好，去吧。爸，路上小心啊。嗯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